你会因为久坐而肩颈酸痛、脖子紧绷吗？没有问题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运动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这个动作呢，主要呢是要舒缓我们脖子后面的筋膜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在做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要保持正常的速度，还有正常的呼吸，千万不要甩头哦。来回做三遍，早中晚呢各做三次，你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肩颈酸痛，还可以避免你的颈椎长骨刺。民生八方式尽在一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